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江小媛，你非要装作不认识我是吗？这人好像认识这个世界的江小媛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。只要确定了你在罗山是有地方落脚，安全，我就会走。 毕竟我们是芦苇村康家洞的同乡。原来这牛皮糖跟原本的江小媛是同乡啊！可万一他聊以前的事儿，我岂不是暴露得更快？不行，我得快点甩掉他。 你家，不是啊，我等人的。你忽悠谁呢？秦莲子，滚！ 你看新来的，小玲呢？啊，买东西去了。啊，我说一下啊，刚好一周，我手里已经拿到了店里的老人对你们学徒的评价。首先恭喜小 K， 你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得到了店里所有人的一致好评。我现在宣布，你的职级由学徒升为实习技师，也就是说，从明天起你就可以接待客人，为他们提供洗头服务了。 谢谢老板。给。当然了，还有凤妮。
你也得到了全票通过，虽然还有些不足，但前辈们对于你寄予厚望，继续加油。好的，给，谢谢老板。加油。那没什么事了，散会吧。谢谢老板。老板。哎，我的呢？多新鲜呀，你没通过呗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？我给你念念。小江手上用力不够均匀，指甲刮了我两下。我指甲都剪干净了。手法不够熟练，感觉洗完头之后脖子更僵了。这儿洗头又不是推拿，我还管他们脖子僵不僵啊？洗得特别不好，水温还有点凉。你确定没有忘你说那两句话？我又不傻，我能忘吗？那你觉得问题出现在哪了？问题当然出在他们身上了，我洗的时候他们都没说什么，怎么了？这背后有捅刀子？什么人？小江老板呀，别怪你陈哥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我至少碰见三次你把人头发给勾断了，只要换做给你洗头，你早把人店给拆了吧？别太瞧不起洗头这件事儿了。上周是我没认真，但是我要么就不做。要么做了就没有做不好的，你等着。还让我等着，自己业务不熟练，说话这么理直气壮吗？还不如多练练呢。是我，那个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考核通过了。是不是很佩服我这样的天才？嗯，祝贺你。你下班了吗？我在你家门口呢。你去找我了？没有，我刚巧路过。你几时有空啊？我于情于理都应该请你吃个饭吧，答谢你一下。今天不行，我在外地出差。喂，你要是不想来就直说，可别拿话搪塞我。真的在出差，等我明晚回来再一起吃吧。哦，那好吧。嗯，明晚见。各位旅客，列车即将到达白杨县站，请在白杨县站下车的旅客拿好自己的行李，准备下车。江奶奶，